自《新福音战士》剧场版影院上映以来已将近一年，为纪念上映一周年，将于3月8日19时在推举举行《新福音战士》剧场版同时鉴赏以及讨论会活动。在同时鉴赏的过程中，除了嘉宾的谈话以外，还将以文字形式由暗夜新闻总监督以及相关创作者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募集时间原定于3月8日12时结束，由于提问数量远超预期，已提前至3月5日结束。第16回声优奖公布了全部获奖者，徐方惠美获得了主演女优奖，立木文彦获得了助演男优奖，银南润子获得了高桥和之奖，关智一获得了影响力奖，福音战士系列获得了协作奖。AVA Store 实在店将从3月12日起举行新生活商展，在店内购买3000日元以上商品将可获赠原创备忘录便笺。从3月26日起将有两款新商品登场，纸巾盒套使用棉质山东绸制成，有 Nelf 以及 Villa 共两种款式。壁挂式袋子使用帆布材料制成，颜色为橄榄绿，适合收纳容易丢失的小物品，有 Nelf 以及 Villa 共两种款式。来自 Video Ever 使用了米山武绘制的 Video Ever Store 开业2周年纪念插图的帆布画登场，帆布画有彩色与单色两种版本，作为限定生产产品，在背面的木框处写有序列号。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让我们下次再见。